你有解决这个命题吗？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？可是我不会玩游戏。啊，你只是打个比方。好的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你要跟我私聊还是在这儿聊啊？哦，好的。高一吃蛋糕吗？榴莲蛋糕。等一下，让我一样一样弄好。好的，好的。Hello。今天晚上是吗？哇，一股榴莲味。我刚刚在楼底下看了一只猫。本来阿姨说那是阿姨的猫，那阿姨说就是没地方放，就是放想放我房间放一两天。啊，对，那个阿姨，我今天出门的时候，她也在跟我说，对，说，对，我以为是你的。不是我的，我怎么可能会养猫呢？我就说疑惑。对，然后，但她已经在楼下已经蛮好了，我看。那就不用了。嗯，应该好像不需要，而且阿姨也走了。不知道，谢谢一元宝。我不知道哎，就。到时候看吧，明天再问问阿姨吧，应该也不需要了，阿姨应该自己也会，她可能怕没地方放，然后就想放我这儿放一下，看着猫，怕它跑掉。谢谢星空坠莲。明天晚上我们是先拍，然后再聊是吗？那只猫感觉还蛮乖的，我刚刚摸了一下，还抱了一下。谢谢你的飞书传情。你已经在直播了。嗯，对。这么困。对呀、啊，我是因为太怕太那个太晚了。那就明天。是阿姨的猫吧？应该是。谢谢你的七夕快乐。不是，我不知道哎，明天你就只有我一个人吗？还是？这是今天的蛋糕。好。七夕快乐！为什么？粉丝的钻瓜会却是送我蛋吃蛋糕呢。微信吧，我微信告诉你。拜拜。看。榴莲蛋糕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个整理一下。掉了。饿死我了，我要吃点东西。先给你们。嘴巴张这么大，你是说我还是装好？谢谢你的七夕快乐。不是，我不是不想跟小五聊天，是因为他前两天刚刚找了水杯，我在想着他全部吃掉，那肯定也不留意，也没有特别大。没有心事了，没有心事了，这个问题解决了。谢谢你的檀木树，谢谢。我就在想，他是有了新的心事呢，还是说，就是你懂我意思吧？我回来之前。吃了点那个，吃了一个香肠，还吃了个鱼丸。谢谢你的七夕快乐。我先切一下。小五的粉丝不会以为我不想跟小五聊吧？没有的啊、哦，小五的粉丝，我没有不想跟小五聊。先切好，哎呦，来，要当心点。哎，五哲不知道在房间，五哲肯定睡了，不然可以给他弄一份。get 了，嗯，感觉五哲应该睡了，算了，他失去了这个吃榴莲蛋糕的机会。来，第一块给你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榴莲，对。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最爱的 ASMR 环节。哟，你还有环节？哎呦，好高级啊！我才发现。嘿，我也搞了一个。有没有看狗狗一的？挺高级，就跟你这个差不多。哎、只不过我是倒着放的。看，你看狗狗一的。设备，新设备。嗯、新设备。对。这个是就是专门就是说话就是那个。没有。哦、唱歌。就跟你这个差不多，只不过我就是不用唱。加上。不错不错。对。哎，这个巧克力我不吃，太甜了，肯定。等一下，我来分一下。
不是云姐才发现，是云姐刚回来。对，你今天才装上，对吗？对，我也，我今天出去逛街了。嗯、是云姐刚回来。嗯。来了，来了。哇，这个，吃一个，连一个吃一下。怎么卷起来？榴莲的。卷起来什么？设备卷起来。我的设备。我的设备就是我的设备，你们还也不知道我的设备是什么，拿张纸，你们不知道我用的啥设备，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的 iPad 在哪儿？iPad 消失了。谢谢你的七夕快乐，我去送蛋糕了。吃不出声音。哎，这里还有，这是什么？猫山王榴莲，要胖了，扣扣一，你怎么穿了花衬衫、啊？这不是花衬衫你。你穿的这个花衬衫，好像那个就是八零年代，就是那个、啊，对，就是那个爸爸，就是叔叔那种感觉在。报名，就是报名。来，挑选，挑选，挑选。我想吃榴莲的。榴莲那就行，这里还有一。挺红了，挺红了。嗯、吃胖了呀。明天上。再上啊！再看看，不会撒了吧？没有。啊！吓死我了，我以为。其实今天我出去的时候，跟小树就给我拍照，他就说，我好像圆了。我说我知道。我说我准备明天上午过年以后再看。到底胖了多少？因为我没称体重，我想看看上镜胖了多少。行吧，谁拿过去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先出去一下，晚点来。嗯。我要去拿我的 iPad。其实我不太清楚你们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。能听到，不会有点杂、啊。那算了。是这样，还是这样吧，我把这个收拾一下，我待会儿要去复习一下公演，因为本来今天要复习公演的，但是我跟小树去吃饭就没有复习，待会儿要去复习一下，我们俩相约。好饿呀，我要开始吃了。回来了，对。你是听到我刚才叫吗？看一下，吃个榴莲，吃个这个。我今天吃了会不会一下子胖很多？应该也不至于。来一罐，这个玩意儿。明天不一定是全场，但是我现在我昨天哎昨天对是昨天我的包我昨天复习的是全场，但是明天我不一定能上全场，我得看情况。累了，我的手怎么了？什么胖一点？关键是吃也吃不胖呀，这又很难受。要是上不了了，对不对？谢谢你的七夕快乐。明天我计划的是上全场。都已经过了，马上都过点了，没人过这个节日。谢谢喜鹊闲汁，喝的，对，没人过这种破节日，好吗？哎，怎么开的了？
不会开了。好，你说。谢谢你的我十二点下播，朋友们。打什么问号？结束今天七夕节。哎呦，你还过七夕呢？对呀，今天出去过七夕了。谢谢皇冠，我没过呀，他们说我过。我今天去看那个《盗墓笔记》。电影？不是，是那个话剧。哦、然后还，嗯，还而且还最搞笑的是，我看就看了，突然就我之前加的就是我拍戏的一个演员，他问我你今天也来看，他可能就是知道了，吓的。最后一首歌用什么歌来结束呢？我没过呀，我什么时候过了？我今天在工作啊。感觉能唱两首。没看到我在公演吗？对啊，我今天不是在公演吗？上班。不可以。他好像听不到。别了，你听到了。他是什么？你们没听到？你们没听到吗？我刚刚不是在唱可不可以不想你，你说不可以。哎，你刚刚唱的是，我以为你唱的可不可以想你，我说不可以。啊，我说我唱的是可不可以不想你。可以。吃吧。嗯，安静唱，我现在先吃点东西。太好笑了，你们别笑，你们不能笑，你们为什么要笑？你们不可以笑。对，很难绷得住，可以绷得住。谢谢你的用爱发电。不可以。我忘了我昨天晚上唱什么歌，我也一直笑来着。好好吃啊，谢谢应援棒。谢谢皇冠，我给他们一人一块，然后我一个人吃两块，我把它分了四块。有人爆破我。爆破我啥玩意儿？谢谢你的七夕快乐。哦，这个问这几张吧。啊 ，QQ 空间。怎么了？那不是很正常吗？我总比他好。看看他自己，我这都是十年前的了，他这才五年前的事情。谢谢你们吧。我最起码15年前。再来一次啊。谢谢你的飞书传情。七夕要过去了，你还挑呢？七夕过了又怎样？谢谢你的，浩瀚星海。七夕过了又怎样？谢谢你的喜鹊仙女。说的像你们每个人都在过七夕一样。谢谢你的星空耳坠。好的，待会儿会看一下群里的。谢谢你的七夕快乐。静静说昨天剧本杀不叫他，我齐静说的。鬼。昨天我们专门有一个剧本杀的群，齐静就在那个群里。我昨天就在那个群里面说的，我说谁要去玩剧本杀？我。然后，云姐这个行为在重庆话里面叫做答非北。答非北。对，我吃蛋糕，但我只吃榴莲蛋糕。知道吧？你吃了吗？吃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我觉得上面巧克力有点甜。嗯，你也不可能说不好，因为毕竟，啥意思？什么啥意思？配配用功啊，这是没文化。哦，打肥呗，打肥呗。就是，怎么解释呢？我百度一下，
其实对，给个面子。搭就是搭飞机的搭，飞就是飞翔的飞，白色的白。也没，就。哎。啊，碳酸饮料，气泡。对，就是。这是什么？优酸乳。就是搭话。在超市里面看到很多人都买这个，我也试了一下。一般的话，一般是多余的话。我觉得还行吧。乱扔哦，对对对。什么？我今天口红比平时红？就是不管是。我用了自己的口红，谢谢啊。就其他口红还没开始用，因为我平时呢不用口红，我用的是那个什么唇釉，对，还是之前的那个，懂了吗？不要再问一些就是。想要问一些就是那种想要你们想要的答案。好了，那既然已经好了吧，我这样解释够明白了吧？睡前应该听。还没开始用，懂吗？因为我平时不爱用口红，但是我可以，我不爱用，但是我可以收集，懂了吗？哎，不要每件事情都把它合在一起。让我吃一下。去啊！上厕所时不能吃东西，上厕所时节约用纸，上厕所时不能玩玩具，上完厕所冲水哦。这首我会自己上厕所送给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希望你们。哎，笑死！谢谢美国华，谢谢好寒心，谢谢英文棒。今天的夜晚，学会自己上厕所。多大的都不会自己上厕所，这首歌就有矛盾。他要学会自己上厕所，嗯、多大？巨婴。他都跟爸爸骂，这是宝宝巴士。宝宝巴士是什么？上厕所的，要告诉小朋友们，上厕所时不能吃东西，上厕所时节约用纸，上厕所时玩玩具。哦，不能玩玩具。上可以玩王者荣耀的。记得冲水。谢谢美人。上厕所的时候，你想做什么还是能做的。对。我记得我。为什么我还在吃东西？我小的时候，算了，这些话说出来不太好，就这样吧，反正大家要记得自己上厕所啊。上厕所是想做什么做什么，对啊。就是吧。比如说你想是边上厕所边吃东西，边上厕所边玩玩具，有人能管得了你吗？有人能管得了吗？你有养狗养哦，养狗的时候你上厕所，狗会一直盯着你看进来。谢谢元宝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要去，我猫也是，然后我要去舞动。谢谢，你怎么还要舞动啊？因为我今天跟小树出去了。你们没排练对吗？对。那的确是要舞动一下。对。欠的账，始终是要还。哎，好吧。我家狗以前会，它现在不了，它现在懒了。花衬衫。以前会。不是花衬衫，你们怎么？这个是特地还要一定要进来盯着你。豹纹衬衫，顶上。吃完了，好穿。这是豹纹。哎，打嗝了。知道，这是豹纹衬衫。人不太行，谢谢星空耳坠。我才刚直播，你就叫我睡觉，你几个意思？好了，下播。谢谢姻缘棒。我要赶紧。上厕所。拜拜。我要把这个留下来，我下次还也要买。我感觉这家的蛋糕还蛮好吃的。好吧，谢谢你元宝。我吃不下了，两块也饱了，也差不多了，都甜的。什么？我家那是狗，不是猫，怎么会用猫砂？它用狗尿片。不太行啊，你们，这太差了，真的。什么？你让狗用猫砂，这是
我也不知道怎样，没见过。对，我家狗也会自己上厕所，我家狗都会自己上厕所。对啊，狗用狗尿片呀，因为它不出去，因为它不想出去，现在年纪大了。啊，我要把鞋子换下来，等一下。先把这个塞进去，先放冰箱里。哇，我就一只狗啊，我哪来两只狗？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回家了，我家狗都想我，肯定。我还没来得及听伍哲的歌呢，不过我听过，我早就听过了，他早就给我听，我比你们早多了，听过好吗？他当时选歌的时候就给我听了，听了好几首，就是他在选择的时候，懂吗？还等到现在，我早就听过，是的。对，还跟他分析了一下哪一种更好。嗯。什么？不得了，也还好啦。嗯。你才喝雪花啤酒呢，我们怎么可以喝啤酒呢？我从来不喝酒，好吗？想什么呢？我喝酒会上脸。这个明明别人叫什么东西啊，气泡水，看字都写在这上面呢，哎，看不到，算了，不想看，爱看不看。气泡水优酸乳，对，没喝过吧，吐了吧，谢谢你的浩瀚星海，才3块钱。哎，那我把东西放一下。喝过吗？我觉得也还行吧，就是气泡水啊，喝多了也不太好喝。我没有喝过，就买过来试了一下。那我喜欢喝橙汁，还有元气森林的那些气泡水。为了增肥，我还买了很多海底捞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酸辣牛肚粉，还有什么番茄、什么牛肉粉这些之类的。但我今天没。不高兴弄了吃了，就是想就是增肥的时候吃了。外星人对电解质水，谢谢你的应援棒，谢谢你的黄瓜。对，是真的为了增肥，就是我知道我最近就是瘦的有点离谱，然后就得吃一点，就是得至少就是把肉稍微长回去一点嘛，就。哎呦，我不知道有毕业会不会在口袋直播，应该不会。我毕业了怎么还会在这儿呢，对吧？谢谢你的美人山，不然我毕业个什么东西呢？饱了饱了，差不多了，已经再不饱了人也要不行了。我不知道啊，我怎么告诉你们在哪儿？还没到毕业那时候，等到那时候再说好吗？我们一样一样来，别急，我都不急。毕业了，什么叫你们怎么办？毕业了就换一个地方啊，不就行了吗？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搞得好像只有这儿，其他都不行。你是只会这一个软件 APP 吗？那么多地方呢，谢谢你的浩瀚星海。你这不会土到只会一个口袋房间吧？哎，好吧。我今天头发太爆炸了，这我得要。
对，真差，真差。微信，想多了吧？我微信你都加不到，你搜不到我微信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害怕有人知道偷看我的微信号，然后就加我，偷偷加我，然后我就设置了寻找不了我。就这辈子都不会有人加到我的微信，因为根本就加不到，除非我自己主动加别人。好友推送我不知道哎，反正我每次都是要亲自面对面这样子加吧，不然好像挺难加的，不然就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总会有一点问题。哎呀，我真的吃到有点撑了，一下子。推送应该不行，谢谢元宝。对，推送是真不行。我也没很小，我回来谢谢你的姻缘帮，我回来的时候还吃了一个香肠，然后还吃了一根鱼丸，谢谢你的奶茶，不然我会饿死的那时候。谢谢姻缘帮，吃太快了。对，今天哦对，地板还蛮滑的，谢谢你的星空耳坠，谢谢姻缘帮，谢谢姻缘帮。那我在想，我生日时候我还想跳一个大的呢，谢谢姻缘棒，我还想翻个跟头呢，这样咋弄啊？谢谢你的喜鹊闲置，谢谢奶茶。对，我想也不是说玩一个大，我想来一个就是我平时没跳过的那种。那可是这样子，我感觉就谢谢你的心旷耳坠，我就觉得那个地板很丑，我希望就是还是那种以前的那种颜色，就是暗色的，这一下子太明亮了，我不喜欢。哎，谢谢巧克力，谢谢星空耳坠。对，而且还滑，特别滑，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要弄一下，不然我们这公演咋跳啊？谢谢姻缘棒。最主要太亮了，你说你想要跳一个黑暗风，或者你就是就比如那星空幕吧，一关那个地板是这个颜色的，你说丑吧？谢谢姻缘棒，谢谢星空耳坠。星空幕又是黑色的，要那种夜晚的那种感觉，那个前面的地是一个亮的，对，好煞风景啊，不行啊，这个重新贴一个吧，还是最主要还滑，还不如以前的，那以前稍微再弄点油漆上去啊，油漆了就是再重新改一改不就行了嘛，颜色不要变，最主要是习惯了。地毯啊什么地垫那不行哎，那弄上去你有时候要，假如你跳，对，如果你要我要跳那个噩梦轮回的话，我穿芭蕾鞋，那我还没开始转呢，啪一下子腿啊都要折断了，脚环都要这样子夸一下崴脚，很容易。对，还蛮危险的，都要穿普通的鞋子都这样子，更别说其他鞋子了，芭蕾舞鞋都不敢穿了，更别说是软底鞋，因为软底鞋更滑，哇，那这样就跳不了，很难，不是跳不了，就是很难跳那种古典舞之类的，那个鞋子不好弄，最主要颜色太丑了，还是重新刷一个颜色吧，我觉得颜色太丑了，建议重新刷颜色。你意思说今天的妆好看，你说我妆一直是这样就没变过好吗？我的化妆包呢，化妆包不知道在哪。对，主要是防滑还有颜色，谢谢姻缘棒。今天妆浓吗？也没有吧，我一直是怎么画的，可能我涂了有点深，嘴唇涂了有点深，因为今天那个穿黑色的时候我就想涂深一点，因为我平时也不怎么涂。对，不是新口红让你感到失望了吧，没有用过新口红，还是用的旧口红，
失望不？太失望了，竟然没有用新口红，怎么回事？对吧？不想用呗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。我不能先用以前的口红吗？我一定要用新口红吗？真的是。哎。好饱呀。吃的都饱了。什么什么？看穿了，对啊，早看穿了。我没有买新口红，谢谢浩瀚星海。我这个人都不用口红，怎么可能会买新口红呢？我几百年没买过口红了，好吗？谢谢你的权杖、拐杖、权杖。我用的也不是唇釉吧，我那是啥玩意？我也不知道我那是什么东西。对，我嘴巴为什么那么红吗？被打的，扇巴掌扇出来的，行了吧？开心不？这个答案满意不？唇泥，对，我用的是唇泥，我喜欢用那个唇泥，很适合我。对，我有血色了，这不好吗？难道要像我之前一样手术的时候苍白的那个嘴唇都没有血色，贫血的样子？我现在有血色了，就是面色红润有光泽，这样不行吗？那倒也不必自己咬，就是对自己有什么仇呢？还自己咬自己，那应该直接咬出血，那倒也不必，对吧？哎呀，太热了，那倒也不用自己扇自己巴掌。你还没有用过唇泥，但我觉得唇泥还蛮好用的，因为我平时，我之前用那个口红，我觉得就有点干，我不太喜欢。唇泥呢，就是，其实也一定要保持你的，就是不能嘴唇太干，不然就是用上去都一样，都不太好。谢谢喜鹊贤之，我用的不是早就已经有同款的那个有了吗？就是，对，早就有了，自己不去关注呢，也天天在这儿问，真是，就说明你不关注我，好意思不？掉色狠吗？还行吧，我觉得。我不用唇膜，我用的那个每天晚上就是我睡觉之前都会涂那个唇膏。不一样好吗？唇膏不是唇蜜。沾杯，沾不沾杯这无所谓啊，对我来说沾了你再涂不就行了吗？气泡水。对啊，我是涂出来，因为我嘴唇比较薄。唇泥对我来说好用，这涂了就是能让你变美，让你有气色，懂吗？你化过妆吗？一看你就是没有化过妆的。让我给你算一下，对，你没有化过妆，要不要试一试，感受一下，没事当当女人行不行？对，哎，我的化妆包在哪？我去拿一下我的化妆包。我的化妆包只有这么点儿，真的。真的，我化妆包只有这么一点点，这是我紧身的化妆包，是不是很迷你？对，就是只要用这么点，因为我也没什么用，用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防晒。对啊，我都用了，不然我放在里面干嘛呢？对吧？防晒、
先每次都会先涂一层防晒，然后那个叫什么来着，隔离，隔离，然后没了，底就打完了，然后是遮瑕完了呢之后是什么来着，一点点的那个什么修容，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，但我不怎么用的不太多，侧影，这也不是高光，黑的好吗，棕色的也不是，然后就涂我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，我的眼影，哇，这个眼影就我已经用了好久了，竟然还有这么多，我用了一年多了，我这个眼影不止吧，一年多了，反正一年多就行，谢谢你的浩瀚星海。然后之后用眼线笔，对，要讲的废话，眼线笔，把我的刷子拿出来，刷子怎么这么多乱七八糟，眼线笔，然后还有什么，眼线笔和那个叫什么来着，睫毛膏没了啊，还有一个高光没粉底，我不用，我也不用睫毛夹，粉底没有，就这样子，里面没有了，还有这个油的不是，这个是扔在那里，还有我的这个玩意儿，双眼皮贴，哈哈，没了，真没了，这两个不是东西，空了里面，就是这样子。卸妆你为什么要放里面？这是化妆的呀，你为什么要放卸妆的在里面？让我重新整理一下，这里面有一粒那个药啊，有一粒吃过敏的药。水乳也不用放里面呀，唇泥啊，唇泥和那个在这个包里。对，我的唇泥，还有我的粉饼，超小粉饼，方便携带，很好用，真的是超小，超小粉饼，太好用了，就只有这个用的好，其他的在我脸上竟然还干，真的是绝了。对啊，就很小啊，这个。不定妆，定啥妆啊，就这样子，真麻烦，还定啥妆啊，不定妆。还有我的各种刷子，也没几个刷子，总共几个，六个刷子，不，我是油皮，混油皮，哎，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，又干又油的那种，属于真的是又干又油的那种。对，五折也不咋用那个粉底，把这个放进去，还有我的剪刀，看我这个剪刀很危险，但是很好用，就只有这么点东西，这两个也要放，这个太搞笑了，亮晶晶的，到现在都没用过，不想用了，感觉也没什么必要把它很亮。对，不是剪眉毛，我是专门剪那个双眼皮贴的。我当时化妆没有那么的服帖，但我过一会儿我的妆会跟我的脸很服帖，就是这样。谁？这是谁？要跟我连麦？我不太认得他，哎，行不行？喜欢你。你为什么不是？不是做游戏，也不是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在玩游戏，啥也没有，就是单纯的就是想连你，就觉得你很就是很好看，对，谢谢。我就有点肤浅了哈，不好意思冒昧了哈，但是就是，就是觉得你很好看，就皮肤又好，对，人又很温柔，是吧？然后我就想跟你连麦表白一下，就是真的不是，也不是真的没有玩游戏，我发誓哈。不知道你对我有没有印象，你可能你不认识我是吧，我知道你的名字，但的确
不知道你长什么样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没有化妆，所以我戴了个墨镜儿。下次有机会见到你，我让你看看我长什么样子。行。然后我给前辈，在这么一个就是普天同庆，然后又非常华丽盛典的日子，给前辈推一首他喜欢的歌手的歌。就是你喜欢田馥甄是吧？然后我就给你吹一个田馥甄的歌。对，然后一首小幸运送给你，希望就是我们都能够越来越幸运。对，嗯，谢谢，我开始了。谢谢。怎么了？哎呦，没有，怎么没有声音呢？有点紧张，不好意思，有点紧张。重来，不好意思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失误，我从来没有这样翻车过，真的没有，刚刚吹了很多次都没有翻车过，这第一次翻车，紧张了，紧张，被前辈的气场给到，紧张了。从哪儿开始？从副歌吧，直接。好，三二一，走。是我的手机问题，应该是。嗯，好，那这样，我们吹个其他的吧。吹什么？还有，前辈，你会吹啥？我会吹体面。体面。你听过吗？听过，听过。你会什么？嗯。体面是怎么唱来着？哦，分手应该体面。对。直接就副歌开始是吧？嗯，对。好。五。三二一，哎，你怎么在吹小幸运啊？对啊，我怎么在吹小幸运？是我听错了吗？是我听错了？没有，不是体面吗？吹小幸运。哎，体面怎么唱的？一下子忘记了。体面是分手应该体面。哦，对。谁都不要说抱歉。再试试。我吹不下去了。什么？吹不下去了。我们吹个简单的吗？我们吹那个蜜雪冰城，那个你会吗？不会，我不会、那个就是、我给你吹一遍你就会了，你听我吹一遍、啊、嗯，就只有这一句、啊、然后我一句你一句，然后我们再合唱一句就够了、啊、来怎么你先，我先来一句你再来一句，然后我们再合唱一句、啊、我先了，我先
接下来给大家，我们两个叫什么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的脸怎么这么痛呢？我们两个叫什么？我们叫云圆云云圆。别他自己给自己。云圆云月圆圆圆圆，哎，月是谁？云圆圆月月云。啊，没有，好了，不是，暂定而已的圆，暂定云云圆，原来是云是什么东西？好了，给大家带来一首《阴阳四海》，冰雪冰城，歪歪歪组合，我们叫歪街嘛，歪街，歪街组合给大家带一首《蜜雪冰城》，我先吹一个，我先吹，我爱你，你爱我，蜜雪冰城甜蜜蜜，然后你吹同一句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吹同一句，一直同一句就可以了。好，开始了啊。嗯，接下来有请 YJ 给大家带来《我爱你，你爱我》。OK。一起。不错，虽然我没听到你吹，我感觉我的是不是把我的那个叫什么音给关掉了，所以听不见。让你哦，没关系，我觉得吹得很好，我会去补档的。行，谢谢前辈，你太给面子了。没想到我们居然拥有同款，这是什么缘分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也买成7块钱吗？我没有买过这个东西，我怎么可能会买这种东西呢？哦，我感觉好像你这有个英文的名字，我这没有。是吗？就是凑近，是我们都凑近一点。我感觉我这个质感看起来就很差，我这像不锈钢，你看这裂口。你那个这有个英文名，我觉得你那个应该不止7块钱，你那个至少有20块钱。也许可能是的。怎么了？我这个7块钱一个，然后买两个送一个，就是14块钱买了3个。按理说他也没有7块钱一个，可能就只有几块，两三块钱一个。对，可能就是有一点差，但没关系，就是还是挺好的。好用就行。你说啥？好用就行。哦，好的，谢谢前辈，就是不厌其烦哈，一点都就是不讨厌听我。跟我合作完，谢谢前辈。没关系。对，有机会认识一下。哦，对了，我们队有一个成员很喜欢你，他叫杨可露。我知道。哦，你知道。嗯。哦，那就行了。我跟他是一家人。对，我们都姓杨。哦、对。对，下次有机会就是认识一下，谢谢前辈。下次见面，你把墨镜拿下来。好的，一定的，下次一定换个精美的妆见你，前辈。好的，冒昧了，打扰了，祝你天天开心，幸福快乐，拜拜。怎么回归了？红个什么玩意儿？这，你看现在像红的吗？这明明就是灯光问题，好吗？什么？我的什么90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好饱呀，不行了，吃撑了，真的。调都不一样，对，为什么我跟他吹的调不一样？我吹的怎么是低版？不是低版，就是低音版的那种，低音版的，自动变成低音。我的90块钱呢？这么贵？9块钱我都不会买，真的，9块钱放那儿，我都不会去买这个玩意儿。什么东西？对，我的粉底液在这儿，都没用过，下次用用看。不行，冬天再用吧，夏天不喜欢用很厚。我可以吹出萨克斯的感觉吗？那倒也不至于。
连他说什么呢都不知道说什么，我要不会主动连，我是低音版的，送他一首歌吧，连段奕璇，送他什么歌呢？让我想想，给他吹一个，不，吹一个啥呢？体面，对，来吧，他人呢？哇，今天好多人在线啊！人呢？你吓死我！以为刚刚你谁啊？怎么没声音啊？完蛋了，我的手机肯定有问题。你手机为什么？我听不到他的声音哎。你们能听到我的声音吗？为什么我听不到你的声音啊？你们能听到我声音吗？就很小，你的声音。能听到我的声音吗？不能。那你怎么回答我？就一点点嘛，当然我得这样子听，用耳朵放这儿听。那这样能听到吗？就很小，这样子吧，我也不用听到你声音了，你平时什么声音我也知道。我要给你唱一首歌，体面。不对。来。体面一下七夕节，你在暗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让我体面一下？我不体面吗？难道？对呀、啊，我哪里不体面啊？没有，我就送你一首歌嘛，不要想太多。我最后问你个问题，哎，你想去吃饭吗？不吃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就这样吗？就这样对待你的前辈吗？你都让我没有办法体面了。是吗？下次请你吃。下次什么时候落实一下？下次公演的时候。好，说定了，拉钩。好，上吊100年不许变。好幼稚啊！拉钩，上吊100年。就是变。林姐还有我。他说就是变。还有我。啊、哦，可以一起。要是别的没人了吧？谁变谁是猪八戒。谁？那你是那只孙悟空吗？你要当猪八戒的话，我可以当孙悟空、啊。我觉得我适合当唐僧，真的。你说的啊啊，行。好了，那我今天就尽量体面一点吧，圆你一个梦了。圆我一个梦是圆我的梦吗？对啊，你不是让我体面一点吗？我为了圆你的梦，我就体面一点吧。行。嗯，好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别又弄到老晚，天天。好，为了体面，我今天早点休息啊。可以，拜拜，拜拜，体面的拜拜，拜拜。算了，让他挂。啊，好奇怪呀！为什么会这么小声音？对，为什么我过去了就成了我请别人吃饭？好啦。笛子，什么笛子？不是，就我觉得是我应该是我手机问题，我之前手机摔了就应该可能有点问题吧。但之前好像连上声卡的时候，好像连麦之后是没有问题的，有点奇怪，亏了，没，什么也没有亏呀。就请他吃饭，我也可以吃。我觉得他吃的也不是很多。上次去吃那海底捞的时候，感觉他吃的不咋多。谢谢一元棒。生小孩是这样。对，我觉得好像真的假的，没放开吗？上次。为什么生小孩在他房间？对吧、啊？这是饕餮。
我觉得好像吃不脱啊，上次就没怎么吃。他在什么？谢谢姻缘吧。对，但是上次真的没有吃很多，他又吃了一丢丢，真的，可能在减肥吧。上次胃口不好，谢谢星空坠恋。我现在反正吃的不是很多，谢谢姻缘，现在吃的都一般般，反正。看我刚刚那个状态，就是谢谢你的七夕快乐。我刚刚吃了两块蛋糕，我就已经差不多了，不连了，不连了。我那个好像不太行啊，手机。谢谢巧克力，谢谢姻缘棒。对，可能要戴个耳机啊什么那种，连着那个声卡。我手机2018年买的，2018年的这个9月份买的还是10月份买的？用了3年了，竟然！谢谢你星空耳坠，对，用很久。然后我的那个叫什么来，电池的健康程度应该只有78%了，但我手机还是很正常啊，就没有其他的问题。只不过就是那时候去迪士尼买那个手机壳的时候摔了，之后后面玻璃全碎了。差不多，我玩游戏，我玩王者荣耀，但是玩的不多，真玩的不多，最近就玩了2局，而且我下周应该还有事情，我要去录音，录完音就不是自己的那个录音，然后还要拍，就是拍照片。我玩什么英雄啊？我玩的是中单，还有辅助。辅助就是如果中单被别人抢了，我玩辅助，不然就玩谢谢巧克力，不然玩射手。我射手基本上不太去玩。如果玩排位的话，我基本上玩中单和辅助比较多，其他的话我就随便玩。谢谢姻缘棒。我以前会打野，我现在不玩打野，不过我想练。但是实在没有人打野，我也会打野的。只要大家都不愿意去打野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只能去打野了。对，法王甄姬我是，谢谢姻缘棒。我玩甄姬，我现在不太会玩王昭君了。甄姬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周瑜，虞姬我也玩，还有什么？小乔那些，反正就是那些中单的，基本上都玩。对，我是很久没有玩了，我之前还玩上官婉儿，但我每次跟小艾一起玩总是输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谢谢巧克力。诸葛亮我也会玩，我甄姬哇，别人看到我甄姬真的是除了死也没有其他办法。我现在黄金啊，段位我已经掉到黄金了，我最高的其实也只有钻石，是钻石吧。我也没上星耀，那我上星耀的时候我已经不玩了，就只能说甄姬很厉害，其他一般。你只要把我这个给禁掉的话，那我完蛋了，我后面也玩不上了。你开小号带我，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别人带，我都是自己玩，我讨厌别人带我。不是我的实力，这我喜欢自己打上去。你野王，你哪种野王呢？你哪种野王？这有很多种意思，是哪种野法？谢谢巧克力。打野的野，我没有说怪话，就是这种意思啊，这就那个了。你们好敏感啊，我就这么意思一下，至于吗？至于吗？这，快点，
卸妆了呀，真要卸妆。谢谢玫瑰花。已经开始拜拜了，那就拜拜了，明天再说吧。明天我要那个唱歌直播，直播还歌。对，什么什么生日？我觉得我的头发剪得太齐了，再见了各位，明天再说吧。嗯。